小奥特曼要去踢足球。站住，以后足球场是我们怪兽的，奥特曼一律不许进。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，足球场是大家的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？凭什么？就凭我的实力比你强。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小朋友给你发狗头吗？他们都是胆小鬼，肯定不敢发。哎，算了，我们先走吧。他们只好先离开。请给我爱心能量，让我呼叫赛罗赶走怪兽。小赛罗，我们正在战斗，现在回不去，只能靠自己了。我想到个好办法，跟我来。还敢回来，快走开。让我们进去踢球，我带你去拿奥特勋章好不好？你觉得呢？当然行，太行了。好，你快带我们去吧。我们到了，那个发光的就是奥特勋章。果然有东西在发光。勋章只有一个，谁先拿到就是谁的。怪兽们争着跑进迷宫。勋章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怪兽在里边迷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为了小赛罗，那个发光的到底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是手电筒吧。